者冯一鸣台北报道，本月24日即将与熊仔一起举办嘻哈饶舌派对的马吉弟弟日前选择参加三城卫三城市篮球争霸赛为派对暖身。他除了在现场展现球技之外，也带来多首劲歌。虽然马吉弟弟说自己只是要放松一下，其实他参加的 Fighter 动到第三城以三城市争霸战堪称国际级的街头篮球赛。曾经拍过篮球电影扣篮对决的他，现场敲诈30秒罚球线投篮，表现还挺不赖。12岁就展现 RAP 天赋的马吉弟弟，早在90年代就曾经广为人知，后因回美国读书而逐渐淡出歌坛。现在23岁的他决心重返歌坛，不但以新星制作人身份为 ELLA 连续制作浑身是劲，还携手熊仔推出首张数位 EP 主打歌 Mac DJ 2.0 大人物，致敬当年和黄立成合作的快嘴当年神迹。马吉弟弟也说，很多事可以妥协，但下定决心要做好的事，比如赢了就一定会斗到底，成为当日金句。马吉弟弟挑战三城以三城市篮球争霸战 Fight 到底三城以三城市争霸战，提供马吉弟弟重返歌坛 Fight 到底三城以三城市争霸战，提供